是张歆艺微博晒出一组他拍，配文你能不能别拍了哈哈。照片中袁弘坐在张歆艺旁边，举着相机对着老婆不停按快门，满眼都是甜甜的爱意。而张歆艺面对这样的袁弘一脸嫌弃，这对夫妻的日常也太甜蜜了吧。袁弘对着张歆艺狂按快门，张歆艺调皮撇头，细数娱乐圈甜到腻的明星夫妻，可能袁弘和张歆艺要算上一对。此前张歆艺发微博秀恩爱，再次虐狗，配文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以邓丽君的经典曲目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隐喻自己的心与爱意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大胆配图老公袁弘的半裸照片，明目张胆的撒狗粮。照片是一张充满着文艺气息的黑白影像，袁弘靠在墙角，脸半侧过来望着相机后面的张歆艺，光洒在身上，有些忧郁，有些深情，也如往常一般帅气。网友评价性感，同时评论中也充满着酸酸甜甜的抱怨，大中午的发什么狗粮，虐死人了。不久前袁弘曝光一组张歆艺留着短发的照片，照片中张歆艺戴着小礼帽和个性眼镜，或是低头沉思，或是直面镜头，眼神忧郁。不仅如此，张歆艺还大方秀出性感美背，极富文艺气息。